挺利索的，我也做过警校。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，啊，跑在电台前面。我不像你，我光明正大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。什么意思？你上来晒月亮的？给我一个机会。怎么给你机会？ 以前我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好，去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那就要我死？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谁知道？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谁让你们上来了？哎，下去。